嘉义县客家文化会馆这边也有一排的油桐花可以欣赏，所以如果要来嘉义县这边中埔乡这边赏油桐的话呢，记得文化会馆后面也有一个油桐花的赏花点。而在客家文化会馆前面这边有一棵油桐花哦，目前呢上面的花苞非常的多，那大概预计四月下旬吧，来这边的话油桐花应该已经盛开了。嘉义县客家文化会馆就在中埔乡谷仓农创园区的旁边，停车十分方便，主要提倡客家产业的文化。展区虽然不大，但馆内有许多传统怀旧的文物与布景。除了复古的文物及旧时生活的情境展出外，园区里还有不少可爱的艺术雕塑可参观。园区前后还有种植油桐花可以欣赏。嘉义县中埔乡欢喜财神庙设立欢喜圆梦银行，是目前全台唯一以支票的方式呈现求财概念的财神庙。外墙上还有欧元、美金、新台币等钞票的图案，非常的特别。庙旁有300多棵落羽松，前几年为热门的拍照景点，后来有一阵子因为地主受不了游客将汽车乱停，在周围挂上封锁条，庙方则提供免费的场地让游客停车，而这个落羽松的地主现在也同意游客进入参观。哇，就在这里，哇，这里就是中埔的落羽松秘境，哎呀，蛮漂亮的嘞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来到石弄林场。那石弄林场这边呢，也有桐花可以欣赏哦。这边也算是嘉义县中埔乡呢欣赏油桐花的一个秘境。好，那待会呢就带各位伙伴去看一看石弄林场的风景吧。 Go go！石弄林场位于嘉义县中埔乡的统头山，
森林面积有30余公顷，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里近郊自然生态区，海拔高度从300公尺到600余公尺，全区属于亚热带的阔叶林，沿着石弄溪畔缓缓而上。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好可爱的意象。林场内生态资源多样，常见的植物包含蕨类、观音座莲、笔筒树、油桐花、桃花心木、樟树、榕树等等。在林场内还可以见紫啸鸫、五色鸟与保育类的大冠鸠和蓝腹鹇。石弄林场为免门票，地点位于中埔135-2线道上。到林场的入口处，整个路段全是石板路面。虽然石弄林场的高度不高，但夏天来此健行十分凉爽。提醒前往石弄林场赏油桐花的朋友们，还是要随身记得带防蚊液。这个是红龙船，那另外有一种是白龙船。